你身上有我的护心灵，倒也是缘分啊。你的护心灵救了我的命，而我呢，放了你的魂。我挚爱之人，将我肢解于大江南北。你都被肢解成这样，怎么还活着呀？来来，雨姐，别跟着我。我除了跟着你，还能去哪儿？你想干嘛？别走，留下我身边。不行，现在心软了，倒霉的就是自己。此人今日之命，由我来护。你敢动他？一个妖仆而已。我的妖仆，只有我能打。为何会回来？你不是说不管我了吗？有我在，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你的身体，我帮你找齐。你的性命对于我来说，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。妖怀，你是很大的。我有时候总想，二十年前我若遇见的是你，会怎样？能遇见你，便也是极好。妖怀，原来你才是我可遇不可求的起点、开端，还有转折，这是我不幸中的万幸。你要我该如何不屑？我不知为何已经喜欢上了。此生不会再爱上任何。燕怀，冷静下来，现在没关系了，不用怕，我带你回家。我的过去与你无关。可是你的现在与我有关，我不愿意看你在山上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。你这是在惩罚你自己。是又如何？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心疼，你已经惩罚自己很多年了，放过你自己吧。如果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为了遇见你，我竟等了一千年。我喜欢你，可我没有喜。我借你一颗，等以后我再把真的那颗找给你。抱歉。寻寻觅觅也不曾怀疑，思念描绘你轮廓。对不起。生命是否能重叠？也对你而言，我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对我做的事，和素颜对你做的事，至少有区别吗？我还有护心灵之前，我就喜欢你；还有护心灵之后，虽然我怕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。容易自命，患难遇事，也算得偿所愿。在我们玄门，只有丈夫才能为妻子养老。我们不是已经成亲了吗？在月色朦胧的铜锣村，告知了亲人，在巍巍的青丘岛里，享誉天下。我盖章了，这事定了。我已经负过他一次，我不想再负第二次。关键正来不及，你快停下来，你求我呀，你不能赶尽杀绝的。我求你，不要赶尽杀绝。我总想着有朝一日尘埃落定，我必寻觅一处